现在为了防疫，大家拢挂嘴安，有那好这业者看到讲，这有生意通做呢。有那消除些讲花十色的嘴安，啊，不过有那好外界烦恼讲，这种彩色的嘴安内底有低感的色料嘞。经济部的标检局为今仔开始启动抽查，两礼拜内底公布相关的结果。在咧防疫期间，嘴安食做一定爱话物件，各大通路所卖嘴安花草甲色水嘛，愈来愈多款。啊，毋过爱细字，若是买着无合格嘴安，顶关联讲等色料可能有致癌的记录。经济部票检局对测试开始，会针对嘴安的实体通路、店面甲网络平台来启动有色水的嘴安的抽检，预计一月十四进前会完成抽检七十个厂牌。依照消保法哈，那么如果说企业经营者哈有这个制造、贩售、输入哈。是这个消费者生命、身体健康、财产安全的危害哈，那我们会要求他哈做下架、回收、改正。那么如果说既逾期哈，他不去做这一个下架、回收、改正，我们会依照消保法处以6万元以上哈，那么15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我们大概两个礼拜内哈会将这个检测结果哈来做公布。所谓五氮色料是一种极快染料，常常使用伫咧纺织品、塑胶甲皮顶管。啊，毋过其中有部分的五氮色料会释放出致癌物芳香胺，过去伫咧动物实验当中，去用证实会增加治疗膀胱癌的风险。目前国内已经禁用22种五氮色料伫咧各种纺织品顶管。我们在使用当中，我手会碰触到一些口罩有颜色的地方，万一没有洗手，拿东西吃就把它吃下肚了。我们在戴口罩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脱衣啊。流汗啊，也可能那个五氮色素会不会渗透，让我们吃到？啊，那是石油署嘛讲，根据票检局的国家标准，有22种的五氮色料未当用伫咧纺织品，伊用嘴安当然嘛未当检出。未来几年，甲色料纳入去常规查厂的项目，那是伊用嘴安防检出违规使用禁用的五氮色料，麦当以有处罚，相关处罚2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